主要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这口井通过钻探对我们的技术储备进行了一次演练，实战演练，充分说明我们现在具备了撬万米井特深层钻井的这种工艺技术体系是完善的，是能够寻找万米以下油气资源的，具备这个能力和水平。第二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雾探技术，对我们的地质预测从位也是比较精准的。